导航，把门打开。请讲普通话，别讲鸟语。我叫你把门打开。请讲标准的普通话。我叫你把门打开啊。听不懂你说什么，请讲普通话。把门打开。不要讲鸟语。我叫你把门打开啊。不要讲鸟语，请讲普通话，认真一点。我叫你把门打开。你到底在讲什么？请讲标准的普通话。我说叫你帮我把门打开啊。把什么打开？把话说清楚一点。把这门打开。请讲标准普通话，不要讲鸟语。把门打开啊。请不要讲鸟语。把门打开。对不起，请讲普通话，别讲鸟语。我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。别急，人太小了。亚美，等等，我